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男人厨房一加一的 Colin。 那今天帮大家示范这个鸡高汤，算是最基础的版本哦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比如说在蔬菜上头，你就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，比如说放一点高丽菜啊、大白菜、西洋芹，或者是希望有一点水果风味的话，你可以放一点点苹果啊。那西式一点的做法，甚至会把骨头或者蔬菜先丢到烤箱里头去烘烤，那这样熬出来的高汤味道就会更加的强烈哦。那在这边 ，Colin 建议大家，如果你今天熬起来的鸡高汤还不知道要用在什么用途上，基本上你可以让它保持的越单纯越好，这样你才不会去影响你后面料理的味道哦。那如果你跟 Colin 一样勤俭持家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骨头上面的肉剥下来，加入一点点的调味料，再搭配我们刚刚熬好的鸡高汤，那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鸡汤了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基础鸡高汤的做法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